想妈妈了吗？想了，妈妈更想你，更想你，必须得想，对，必须的。好久不见，来吧，都在酒里了。在内蒙采蘑菇的妈终于回家了，不过作为子女有点不仗义的是，我俩也没去机场接她。济南遥乡机场，济南我回来了，看看，真行哈，没有人接我呢，没人接我。所以今天我俩也是忐忐忑忑的回家，真怕他不给我俩做饭呢。终于回家了，到家了没接他呢，不知道啥情况呢。吓我一跳。干啥了你搁那？哎呦，咋让我生的玩意儿，想妈妈了吗？吓到我也想你。哎呦，你吓我一跳，你来不吱声，你就喵悄就进来了。吃好饭了，吃好饭了，等你俩呢。这打扫半拉卫生没水了。哦，水了没办法。我知道你有蘑菇很多，你不吃蘑菇。蘑菇，妈妈采好多蘑菇，还得是妈呀。我俩在回家之前就在监控里看见她忙活一上午了，擦擦这儿，收拾收拾那儿，再给我俩准备好吃的。虽然我俩没去接她，但她连想都没想，从早晨起来就开始收拾屋子做准备，就等我俩回家。她妈给买的水果吃吧，这个好吃，这是东北的，山东没有，你尝尝。没嘛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我知道俄罗斯名字叫啥。俄罗斯名字是梨吧？这是李子啊，那差不多。嗯，东北叫李子，嗯，你们叫梨吧？你看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嗯，好吃吧？甜的，好吃，甜的。嗯。我突然发现这小老外的中国话啥时候说的这么溜了，这一看着她婆婆人娘俩就这一会儿功夫说的话比我俩一年说的都多。我老妈也是故意引导刘娜斯家。这是啥？又忘了。又忘了呀。榛子，榛子，榛子，榛子。我知道苹果。姑娘。哎，厉害，很棒。这个呢？苹果。不是苹果。梨。啊，梨。梨。长得像苹果，但是它叫梨。嗯，这是咱们山东这边。这是东北的，这仨是东北的。谢谢。家做饭不收拾厨房。因为男人不会煮，自己煮，自己煮。男人自己在家太脏。男人不是说所有的男人都这样。我现在牛没有吃见你。走吧，吃这个。看看那个老板做的豆角丝土豆干。这是我们拿斯家的最爱，我在东北不是不回来，这是你的最爱，妈妈给你备的菜。刘香也爱吃。刘香也爱吃，我知道，妈妈知道，俩都喜欢吃。看看，都能干。自己愿意吃的菜自己端。对呗。这是他的最爱。看中国婆婆是如何在半个月时间内，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，跟俄罗斯亲家母处成好姐妹的呢？哈喽少，你看我说必须的，你就哈喽少。我亲哈喽少，我亲哈喽少。俩人一言不合就开喝，谁也不服谁，还打酒官司。干杯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一二三，白叶子嘞！白叶子嘞！你丈母娘喝啥，我喝啥。必须的，必须陪好。我说必须的，也必须的，你说。一言不合就开跳，然后这个得劲。这俩妈凑到一块儿，那真是无敌了。你看人俩人语言不通，那通过喝酒跳舞连比划带猜的，你看人俩人现在都处成啥样了。我再给他整。谢谢你的 smack。 真没想到，从一开始会亲家见面的尴尬，到现在人俩人能处这么好，动不动还互相送个礼物啥的。你那拎的啥呀，爸？那拎的？你丈母娘看好那个包呗。我爸拎的啥呀？红酒。啊，红酒。我给你买的包，知道你喜欢包。嗯。Она знает, что тебе понравилась эта сумка. Да. Я знаю. 你不喜欢包吗？包治百病。包治百病，包脸蒙他捏咋把裂了。
那他爸不叫你买，爸都死心了。爸，我给买的红酒呢，拿去啊。那他妈的，给他带那了。你买的红酒。给弄去啊。给你买的。那是啤酒。嗯，没钱。再聊下。干个大逼。现在都没没东西吃，去去，对吧？你永远也想不到他俩人喝酒的借口，买个包也得庆祝一下子，还得喝一杯。这他亲家母给他买个包，瞅给他美的。你臭买卖的呀！你这个包能够卖多少？嗯，三百。哎，这个贵。买个包，哎，等我去看戏了。啊，哎，MK 啊。牌了呢，这是大牌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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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看你客气，应该的应该的。那这个人家我请起来了。我合适，我拿个包，换我们那家了。怎么的？不行不行，送个半年的米呢？那不拉大了那小伙子。是不是我合适？就是我米呢。我赚大了，你看我拿包换这些盒子。你爸信息，你爸给拍的照。那天他搁那，他就看来回，他摸了好几遍。完，然后你爸信息，你爸给拍个照。这不，我俩就去给他去拿的嘛。当时的时候，那时间不让。那时间不让。那这一开心，给老爷爷喊来了，非得全家人在一块儿喝一杯。哎妈，那家给他老爷倒了。我去给你们买吃的，你妈平时喝不了。带病出战了都啊！去给你哥，那你去不给吗？啊，我知道，他拿来要喝点儿意思。是，对，给他盖杯。哦，对，行。来，你外面小姐的看。他给了杯，я никогда не отказываюсь。哦。哎，你爸去买白酒去了。夏天很好，我们去钓鱼吧。啊！啊，原来夏天上那儿，冬天那儿来。必须去，必须去，一定去。Я поняла, если будешь Настю обижать, папа тебе даст. Я добавлю, мама тоже. А ты знаешь, как здесь стреляет хорошо? На, хода. Два, три, пять. Ура! 第一场没喝够，第二场练上大排档了啊，都喝白酒了。嗯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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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白酒呢？那你把我这点白酒，那倒你那一杯吧。你放着点啊，转过来。你丈母娘喝啥，我喝啥。必须的，必须陪好。那这个他们不喝白酒吗？必须陪好亲家母。他刚才他没酒了，他没意思了。性情啊，嗯嗯，麻辣鸡，他都没酒了，还搁那搁那靠多半天了，硬干靠搁这。你爸呀，你爸张罗喝完跑了。我爸是喝了我就跑。我的你家我叔那那智商。干杯。阿姨。还得带着他吗？咱俩单独。你不用。哦，我马拉杰斯叫斯拉族把你了。单喝，因为咱俩是亲家。没死吧？中文圣女。白，那白怎么为 два я бич？ 因为有那时家跟刘强两个孩子的婚姻，十六年，咱们的缘分成为亲家。那是素鸡吧？到死吧！感谢来，巴西吧，大白。一二三，拉斯瓦特里，我也喝的。呼。